各地的街舞爱好者们云集上海，迎来了全球最具权威性的一场世界街舞大赛。全民街舞的盛大场景，看着也是蛮过瘾。舞蹈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不分国籍和年龄，只要你热爱，哪怕70岁高龄也能舞出精彩。大家都很赞赏，没有什么想法，我就来，反正大家有这个舞台展示一下，我就高兴了。有宝刀未老的，自然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。眼前这个小萌娃，别看他人小，酷炫的舞蹈跳起来，气场那叫一个强大。比较可爱的动作你认为最帅的动作？萌娃爱跳舞，谁也挡不住。等到正式比赛的时候，也是一对萌娃的表演掀起了当晚的最高潮。娱乐工厂上海才